作为当休，咱逐工就是伫这个时刻所感觉的，嘛就是啊，同款真正的安详，感觉就是啊，人生啊平安也幸福。不过，这种的安详平安啊，是不是啊？一天的时间都是同款安尼的感觉呢？难啊，这感觉就是啊，咱的心对境界，这个心长一天的辛苦劳动，对人对事的赞美啊，得了一段时间几点钟的休息，不管是身体的劳作，或者是心灵的互动，一直到暗时，咱会当休息落来。修行者身心休息，就算袂歹咯。几点钟休息了后，就是把咱这个杂乱的心呢，规个安尼沉淀落来，又是搁在一片啊，清净无波。所以透早起来，咱做早课真虔诚，所以搁在一地打坐呢，把心心啊拢总调息好来，所以这个时阵的感觉会真祥和，嘛感觉真平安幸福。但是呢，有的人哦，长或者是过去人事物啊，无一定。连暗时伫咧困呢，心都无法度好静，也阁是真正的负担。透早起来，无去互伊袂记哩，长不如快的代志，或者是长烦恼的代志，是安尼？目睭白金嘛，迄、那个过去事呢？就马上复心，一片心的湖水呢，好亲像不断啊，目睭白金风都动啊，湖水呢无法度好停歇的时阵，那这就是烦恼啊，烦夫啊。就是烦恼不息，无法度通我停息，常常都是模糊的境界，无法度讲最近啊，月照晴朗都无法度啦。所以咱学佛就是要学定呢，咱的心哦，常常平静。心袂用爱离开水，但是呢，这湖的水呀、啊，就是平静的水。咱的心水呢，平静啊，自然境界呢就明亮，都真清净。所以一句话讲：千江有水千江观。这就是表示这个水的静啊，无受到动摇，那安尼呢，它就会得到明静。
毋过伫凡夫要爱即个心的水，会当爱真平静，无简单。所以一切众生啊，都是在无始中。所以咱学佛，伫迄个无始，拢总是伫啊贪。贪露色啊，或者是呢，贪一时的巧快，所以这个所在讲，咱凡夫心嘛，唔知影忏悔，错啦，佫唔知影何忏悔啊，所以定定就是甲这个恶友呢相交结啊，那所以。无忏悔的心，就是还是一个一个误会，所以咱在这中间所做的一切呢，拢是啊，未再加上未，已经是真昏暗啦，搁加上了迷乱，那这种昏迷，实际上这拢总是因为。咱家己搁在自作，本来人人即个凡夫心啊，无始以来都是咧顶顶塌塌，来到这世人呢，又是搁在家己伫这个外境啊的境界，不断的家己去创造这个心理昏暗。的人生，所以伊讲，血阴就分别，无地回心。我看到一节的新闻呐、啊，有一对的男女吃酒，吃到醉茫茫啊，那要去抢迄个街头的游民，迄游民家己本身呐、啊，都已经无家可归啦，一无所有啦。偏偏的这对的男女啊，啊，就是啊，吃酒醉，要去给人恐吓，叫人辛苦有钱给伊。但是伊本身呢，无带武器，啊，毋是拿刀，啊，毋是拿枪，啊，无拿棍啊，逐项无，就是双手空棍啊，就是要去给人恐吓。爱人给伊钱，大家人感觉到讲，我哪什么都无啊，你哪要甲我强悍呢？当然无通给伊啊，伊就讲强悍讲，你哪无给我，我要传给你，你要传给我啥个啊？传给你杀死！大家人听到杀死啊，哇，拢总呢撇开去。赶紧去报警啊！警察过来，知影这是吃酒醉嘛？真正是吼，啼笑皆非啊！该回去警察局问起来，原来呢是一对失业的夫妻，因为伊找无头路啊。懊恼啊，吃酒啊，所以呢，就要去恐吓人。人，这就是啊，真可怜的人生。你看，家己什么会失业呢？应该多反省自己，是不是平常时啊，
无有一技在身，平时都无好好去学，学出了人生呢一辈的功夫，可能是啊一无所长，无什么长处。伫现在经济这呢真歹，尤其是呢，这是世界性的经济呢。可是呢，那是家己呢。原来就是一无中处啊，这要找头路都搁较困难咯。那既然头路困难，应该都爱经过再看阻碍，这欠好好甲这个社会来共同呢，安尼。度过这种困难的时期，但是无名的人啊，他欠了智慧，就是找无头路就懊恼，懊恼呢就会做出了种种啊不智的行为，那亲像国外同款一节的新闻。就是工资无真好，就变成了罢工。一挂迄个抽油纸的所在啊，对，花乡的人罢工起来啊。伫迄个海中将近几百人，无同的国家的外劳，伫迄个所在，那花顶罢工落来呢？连迄条船伫海中央伫咧探油啊，的油仔，迄个所在也袂当叮当，所以造成了呢，迄将近几百人啊，伫迄个海面上真危急，因为伊袂当靠岸，因为岸上伫咧罢工，那这对迄个社会。对遐个工业影响足大，伫海面上个性命真危急。看，即种个，即种都是拢种人为。伫即种世界国际间呐，都是有困境个时阵。但是呢，天下个众生啊，共即种个无明。所以，因为动作出来呢，就是啊，使社会更搁再较扰乱，这叫做无智慧，无智慧心嘛。所以，咱学佛啊，就是要学的呢，安怎样面临了这个啊困难的事，咱。应该爱用什么态度来面对？安尼才会当通共济困难呐、啊。那智慧，智慧是人人不可缺少，也是人人本具。偏偏呢，就是凡夫把这个无明不断掩盖。不断复变，所以呢，这种现行的智慧啊，不得开动。每一个人本来都有啊，人人的心中呢，都有一个现行本具的智慧，只是干哪，干哪，这个无明该覆盖掉，会不得开动起来。就亲像我拄则讲。大家人心也平静下来，千江有水千江远，不管你去到哪位呢，天顶是只有一个月而已，你用很多很多清气的水把它放到呢，那每一个清静的水都可以照到月，同样的意思，但是我们的水把它打落啦，哪怕呢，像
天空有晴朗的月，嘛无法度照着水啦。啊，亲像讲咱世间有无限的前途，希望伫咱的面头前，只系咱的心乱啦。这种人生的前途、光明的希望伫头前，咱嘛唔知呀，拢总分离去。所以咱的心啊，要真用心去尽量让咱的心湖这个水会当静落来，外面的境界呢咱才看得清楚哦。啊，那无呢现行慧心啊都不得开路啊。那只要是安尼呢，咱就会常常加这个无明无性的凡夫，定定的都交结在一起。这种的无明呢，敢那过未过去，就是啊，好亲像乌云惹在太阳的头前，或者是月亮的头前，你云啊无开啦，日甲月都无法度现前。同样的意思，所以因为我们无智慧心，行于众生啊，造业破戒。咱常常就是跟这些众生在咧造业啊，在咧破戒，都才讲过去。不管是国外、罗岗的罢工，这嘛是无明啊。钱歹赚啊，无工课好做，工资少啊，等等呢。大家人来当搁较认真嘞呢，互这个社会平安落来，会当工作呢，拢会当就事。那大家人人平安啊，国公呢都会当通互通。那安尼呢，哪会惊无工课好做呢？所以大家哪会当？智慧开通啦，那敢唔就是啊？运得通啊呢？不断呢，就是把咱的前途、把咱的希望、家己呢，把它阻挡起来。咱的心中本来就有日月光明的智慧啊，啊，就是把它用乌云把它遮蔽。所以呢，常常啊，就是把它在这个所在在咧作业。就是业，就是不顺嘛，不顺道理呀、啊，不顺人伦呐、啊，这拢叫做业。但乃当依顺道理啦、啊，自然呢，啊，人生都会当通平顺。既然呢，就是造业，就是真啊，唔肯呢，按照。这个顺序，亲像安尼，该守的规矩唔肯守，去破戒，破戒真多，就是咱人生呢，真多的人伦道德咱不守，那唔只是干那爱家己，咱应该呢，都爱过去爱别人。咱爱敬重长辈伦理，咱爱开开爱心来爱一切天地万物，咱经过在爱爱一切的性命，那咱的凡夫不敬不爱呀、啊，这都是业。啊，有了这种的业，那就破了真多的戒，因为呢，他不敬不爱，所以呢，伊会杀害众生，敢那听一时呀、啊，会欢喜，呀，唔肯舍弃家己的固执，那安尼呢，家己本身呐、啊，由不得自己呢，
就会去贪，贪一时的巧合，杀了真侪的众生。人为着生活，人为着停一时的欢喜，所以不顾一切啊，磨灭了人这种的本性。所以呢，阿弥真正的赞果，用真多种的手法去杀害一切的生灵。咱看到，伫咧养鸡也好，养猪、养，反正呢，一切，哎呀，这动物，养这些动物啊，禽类啊，无不多些，要来应人的所需求，所以用真侪的手段。去改繁殖，去饲养，用真无好的环境，互因安尼的这个生活，真正是虐待万物啊！最后就是杀害生命，这实在是啊，真可悲啊！人啊，称为万物之灵。竟是呢，是伤害万物。哎呀，快手，这呢，就是人生最可悲的。对人不敬，对生命不爱，这样，所以咱人的名称嘛是叫做众生。所以咱爱会知影。这种造业破戒呢，是人一念心最的源头，所以呢，就会造成了真多。过去诸罪啊，现在种过去的罪，就是过去生，以生带来因果。那过去生呢，都已经带来了真多的这个业啊，带来了真多的恶。过去的罪呢，业啊，安尼呢？不断不断的累积，什么都无带来人间，就是干那带来了这个累积呢，也这个业力来到这个世间，变成了呢，这个温福着的习气，恶的习气啦，这个业的精进来啦，这叫做过去诸罪啦，已经积成的呢，叫做罪。那么现在种恶，现在呢，一个不断不断地在做，一个唔知影讲哦，迄、那个业的种子，佮不断不断地在累积。什么人作恶而不生业呢？每一个人作恶呢，过后啦，就是迄个罪的种子，都已经伫咧。这就是咱现在众生的苦悲，所以不管是过去的罪，或者是现在的恶啊，有当时阵家己去自作，有当时阵呢是教别人去做，这种
自作是罪，教别人去做是恶。咱家己自作的罪是家己爱承担的，你搁再去教别人呢，啊，搁去做，这呢，这种的恶结啊，是非常的可怕。所以自作是罪啦，教别人去做呢，就是恶。这样，所以叫做自罪障恶。那咱唔在知这种的习低过患啦，或者是无低呢，去何人拖去？咱那是低级过患，这种的罪恶啊，都真重。绝对是躲不过，躲会过了这世人法律的制裁，躲会过了这世人，但是躲不过来生啊！这世人让你躲过呢，是因为你过去生啊，除了恶之外呢，你还有做一点啊福缘，所以呢。遐冤枉呐，结束了一世人，但是一世人所做的罪恶，都带去后世人。一出生呢，可能出生的所在，都无法度亲像伫现在哦，这种的环境，那遍地下贱呐，贫穷。苦难呐，迄种的环境，或者是呢，一生落来呢，就已经呢，或者是身体，或者是家境，或者是人这个缘，周围的缘，不一定来世，顶顶的苦难呐，那。寸寸的折磨，那说不定呢。唔通想讲哦，啊，今仔日平安无人再过啊，安尼多好。或者是哦，今年呢嘛安尼平平安安过来啊。或者是哦，我这世人呢已经遮济岁啊，啊，我过去安怎做无人知啊。其实，虽然真侪人拢唔知，家己的良心知，所以呢。咱应该爱怎样讲忏悔？忏悔即清净。过去呢，有做了真多累积落来的错误，咱爱忏悔。过去或者是自作，或者是教他人作，这呢，咱若伫这个时阵会怎样讲？唔对啦，哪怕是一天的性命。哪怕是一个月的性命，咱有生之年呐，赶紧及时忏悔，加一年的忏悔，咱就是啊，会当咱洗涤一年一定的罪恶，加一个月的忏悔，咱呢就会当咱洗涤一个月的垃圾。哪怕是最后的一天，那个最后的一天，那个忏悔的经济呢，赶快滴嘞。那有忏悔，都有机会得救。所以人生啊，哪会当愈早及时忏悔，就愈早呢，咱会当累积着忏悔清净的经济。那。咱的罪恶啦，
就会当头早一天呢，消除一份覆盖的无明，覆盖的罪恶。所以呢，咱应该啦，爱会晓，今仔日知影，对自行世界忏悔，对真欢喜吼，赶紧紧从内心啊，过去的错误啊，现在的过失，咱拢总爱好好呢，从内心啊，该忏悔出来。忏悔就是讲，我掉出来了啊！我唔对啦，我承认我错，昨昏的错，今仔日的错，或者是呢，拄只有讲唔对的话，这拢总是错。我哪会当头及时呢认错啦？这就是叫做忏悔。就是会当通弃敌无名，所以各位学佛啊，上重要的就是伫这个忏悔。我一直讲，法譬如水啊，会当通洗涤各位，咱凡夫啊、昏迷啊、无智慧，唔是无智慧，有啊，智慧本来就是本具的。只是呢，因为无明覆灭，所以无法度好开弄出来。咱一定要相信，过去真多的罪带来到人生，这世人呢有意无意啊，还是不断的伫咧作业作恶。所以咱大家人爱家己真谨慎呐，有错爱赶紧改过，及时忏悔。认错，安尼呢？这个过错啦，这会当呢，安尼慢慢消除呀。各位，消除一分的业障呢，就是增长一分的智慧。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。